小的时候我会听着我的家人演奏民乐，我觉得民族乐器可以走向世界。我认为音乐不应该一成不变，音乐不应该守旧。这首歌代表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一个状态。You feel me now, you're right.